这一台是美国最新 EDTM 公司测试红外线780到1700纳米全波段的测试仪器，最新的。那我这全波段的隔热纸贴好了，我现在马上测给大家看。零，百分之百帮你阻隔红外线，这一定不会热的，因为我已经全部帮你阻隔了。然后这看出去呀，超清晰，安全合法，一点都不会热。那我这旁边这一个是私密型的，就是几乎看不到车内。那我现在可以测给大家看。99，它的总破坏力啊，有到97，这一定是不会热的，97耶。那看出去一清二楚。